你先给我从看合同开始，找出这里面的漏洞，还有矛盾点，列举出来。什么时候要？明天一大早。哇，这么狠呀！不行就说。行，没有什么不行的。别碰他！我是不是没跟你说，陶俊辉来我们律所？要不然我还是自己叫车回去吧。我被谁利用了？人家能利用我什么呀？他们利用你的急迫。你不如就当自己没有成功晋级，也没有能力去奢望这个位置。你现在所有痛苦都是因为你伪装进取心的欲望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对陶俊辉有想法？有吗？老杨，咱们行旁边开了一个拉面馆，特别好吃，中午我请客，咱俩一起去啊。你今天看起来呆呆的。没有吧，我平时就这样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没有。我吃饱了。真没想到啊，我还能以这样的身份在十一楼看风景。我现在全权代理了曹先生和丁小姐关于婚前协议的所有协商。放弃吧，曹以任是绝对不会签这个婚前协议的。真是要查一个公司资产报告的话，你这份报告远远不够。好的，不需要担保了，就可以给您提供12个月的房租贷款，这样就可以月付了。看什么呢？随便看看。随便看看？你当我傻呀你？杨华，我告诉你，其他事情我可以不管你，就这个方宇金融，你别碰，看都别看，听到没有？